各位读者傍晚好，欢迎收看2018年3月13日光华夜报抢先看，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涉参与364会党徒排队上庭，高喊警方滥权。该36名涉案的男子被押到新山法庭过堂时，不断申述自己是无辜的，案件将交由高庭继续审理。警宿舍外山路直冲玩命，四名文型脚车少年胆大包天，在警察宿舍外的米桶山路直冲而下，玩命也在挑战警方。这四名文型脚车少年的行为也被当地居民拍摄下来。体育新闻，世界排名第10的吴顺发和赖洁敏的顺洁组合成为第一支在德国羽球公开赛称霸的大马混双组合，两人不仅将登上大马第一混双的宝座，对即将在数天后开展的全英赛征途更可说注入了强心剂。娱乐新闻，韩国天团 Big Bang 29岁主唱太阳上月3日娶大3岁星期敏孝琳，新婚生活正甜蜜的他却接到周一下午一时入伍的兵单。来自中日韩台等地的粉丝一早抵达训练所相送，老婆也到场送他入军营。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阅读愉快。